这个功德布施给众生。我们念这个功德也告诉受施者，你看你马上恶鬼要升天了啊！希望婆罗门先护持三宝，他们各个具足一切，念一下。功德一，受者的利益有三：一，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二，恶鬼升天；三，婆罗门先诸根具足，圆满吉祥。二，施者的利益有十：一，具足无量功德；二，寿命延长；三，成就供养无量如来；四，颜色先洁；五，强记；六，夜叉罗刹鬼等皆位；七，心得清净；八，正梵天威德；九，余诸怨敌常得胜；十，三宝意念诸天永护。可见经常施食并念诵辨识真言，对受施者与施食者皆能获得大利益。再来甘露水真言，恶鬼道最大的痛苦，所以有一派是先念甘露水再施食啊，因为他们太饥渴了，特别咽口鬼。那这个咒是妙色身如来所传授，所以也叫妙色，颜色的色啊，你要生生世世外表庄严漂亮，多念这个咒，因为你让那些恶鬼道个个喝到这个水就外表漂亮。就算你手上没水，你平常都可以念，你只要看到湖水，看到下雨，那么娑罗波罗蜜多，娑罗娑罗波罗蜜多，波罗娑婆啊，那些雨水马上一洒下去，都帮他们洗澡一样，帮他们美容一样啊，各个庄严。念的时候念到嗡娑罗娑罗波罗蜜多，最好点七滴水一样啊。或者后面多点一滴帮助众生，来，我们大家念七遍。来，南无娑罗婆耶达那耶哆耶达智他唵娑罗娑罗巴喃娑罗巴喃娑罗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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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念这个甘露水真言，真实有十六种功德，也愿把这十六种功德布施给所有众生。来，功德一，寿命长远；二，颜色殊美；三，气力充盛；四，心常欢乐；五，辩才无智；六，恒无吉祥；七，口中相洁；八，人皆敬仰；九，天神侍卫；十，皮色遮鬼现行供给；十一，生无疾患；十二，威德如王；十三，恶人恶鬼间接生喜；十四，得千轮王符；十五，梦见诸菩萨罗汉；十六，所生之处世界震动。所以这十六种功德，你要修到别人看到你就看到这些功德。所以念一下，有道有得道。所以佛陀的真理都留下来了，但是有人把这个真理显现出来。我认识一位上师，叫名字忘了，他修绿度母，修到他闭关的洞，那个白岩石变成圆圆满满的绿度母，修成功了，连这个无情都变成度母的形象了啊。那修成就以后，那所以很多人就对这个对他有信心，就对这个绿度母的咒更有信心啊。所以那你要让自己，所以各位，你平常就算没有水，你只要看到有水，观想到水，你就要赶快念这个咒。然后你今天已经念满一万遍了，所以你在念一万第一遍的时候，那一遍就具足前面一万遍的功德。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一点都不丧失功德的啊。那你的悲心越强，那个力量就越大。
所以大乘的禅修时时刻刻都在利益众生，慢慢你就我执就自然不见了。所以慈悲利他是自利最快的方法啊！你要恒顺因缘，恒顺众生去利益众生。翻过来普供养，安耶朗三宝瓦兹来后，所以你念经做什么都要念普供养。这个普供养，第一个可以让现前这些众生得到他所想要的衣服啊、黄金、珠宝啊、食物。第二个也把这个功德，包括你诵经的融入在六道，同样得到你诵地藏经各种功德。来，安耶耶那三宝哇，瓦兹来哄；安耶耶那三宝哇，瓦兹来哄；安耶耶那三宝哇，瓦兹来哄。第十二、十五则更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在荷兰做，那他方的其他国家的众生就进不来，就像这个外面有铁栏杆一样，有护法神一样。但是如果你念这个十五则，毫无障碍的，他们都可以得到。现在念晚上，然后念完念欧姆尼林梭哈，各位要七次，左手金刚拳，右手